是两块木头，一块做成了台阶，一块做成了佛像。台阶质问佛像，为什么大家都踩着我供奉您呢？佛像说，你被切了六刀，而我经历了千刀万剐才成为佛像。所以说，一个人要想成功，一定要经历磨练。等等，那采访完咋回事啊？采访完咋回事啊？天天叫你多当当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